俄交火已经将近两个月，北约也不断召开会议，期盼战争早日结束。但现在居然传出北约有成员国希望战火持续，以借此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土耳其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在受访时表示，土耳其本来认为乌俄双方在伊斯坦堡进行和谈后，战争不会持续太久，但在北约外长会议后，部分北约成员希望战争持续，以弱化俄国的实力。卡夫索格鲁也提到，土耳其总统埃尔段未来几天将再次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以及俄国总统普丁对话。他也说，乌俄两国领袖还是有机会在土耳其进行会谈，双方都对在合适的情况下碰面持正面看法。而面对俄国威胁升高，北欧国家芬兰国会已经展开辩论，离加入共同防御组织北约更加向前迈进。邻国瑞典的外交部长林德则表示，针对可能成为北约成员国的申请案，各政党可能会加快审议过程。原本计划在五月底前完成讨论，现在应该会提前到五月中。民众则是有不同意见。The situation in Russia and Ukraine is so strange and badly. So I think we should do exactly the same as Finland do. Sweden has never we haven't upset anyone for 200 years. We're nice, good people. If we join NATO, we're part of a bigger forc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good.虽然正反意见都有，但最新民调显示，57%的瑞典受访民众支持加入北约，21%的人反对。由于芬兰是瑞典最亲密的盟邦，两国在安全政策上相互联动，一旦芬兰决定要成为北约的一份子，势必将影响瑞典的最终决定。欢迎新闻台记者林宗豪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